OK， 那这个量产我只能找三星。好，那这一块 OLED 又占了整个萤幕大概接近78%的一个屏占比。好，所以会像，一定像。那我们的差异点在哪里？在这一个键上面。好，你说啊，这也很像啊，三星从 Galaxy S 第一代就有了。好，不止这样子。